大家好，我是阿宝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最强女友在新年前做了什么东西了。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让你红，你很红吗？我只是想单纯的拍你的 video。你老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后我老了就看不到年轻的你了。你的皮皱我都没有嫌弃你。是啊，所以要留念嘛。讲一些话。不要。你可以让我低调一点生活。哇，从早到晚哦，有有有哦，我的最强女友的妹妹。哇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边的房子。上次来哇还没有装修完，现在已经完了啊。来，这个是我的同门。来，对，这么专业的哇，转个画面看。哇，这边已经好了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shopping 啊。呀，我看到你身上。我们的最强女友看买报酬啊，这个两年没有买衣服是吗？啊？哇！哎，也是跟我大了咯，以前穿的衣服都已经变小了。买报酬真的是。要紧啦而已。最近是不是赚到钱暴发户？我讲这件衣服跟校服一样。哦。它的布料不一样。哦，不要紧，买而已。哎呦你妈！哎，看一下很多小孩子的衣服，哇，很多盒子哦，看看看，还没有看完哦，买好了，现在又要去另外一边，哇 ，Hush Puppy 啊 ，Uniqlo， 啊，真的是要 Uniqlo， 这边可以买什么 ？Shopping 完了啊，然后跟我们最强女友 ，Hello。啊，还有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现在来吃这个，等一下还要再去冲刺啊，等一下还要再去冲啊。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发现到还有这一个影片啊，就是还没有完成装修的时候的样子啊，也跟大家分享。看我的岳母大人，妈，这阵装修了哈。我看，我。贴完装完，后面哦已经装修完了哇！你看扩充，哇！看我的最强女友，完完哦，是有力哦，是哦，太厉害了，非常有力哦！看他的手工，会的吗？不会，不要紧，这个是前辈吧？随便给我画，你来到没有帮忙？拍个毛！这个是你的特技吧？全部的工作是我的特技。是吧？你看那个门，哎，你的门哪里去？在外面呢，它拆掉。怎么拆掉？装这个。哦。哇，现在你蛮惨的哦。哇！我在这边弄，你都没有弄。我帮你油，来，帮你油，帮你油。不用，我啊，来，我帮你。嘿嘿嘿，不要变胖，变忙啊你啊。我妹妹，你累吗？要我帮你擦汗吗？擦毛啊！哎呦你妈！帮你擦汗。看到这里呢，我真的是很感恩，我有这么强的一位最强女友啊！如果没有她哦，我简直就是很难走下去啊！谢谢我的老婆，爱你么么哒！看我的最强女友是不是？傻傻没有笑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